日前有报告媒体拍到林更新与一神秘高挑美女搂抱亲吻的视频疑似恋情曝光。画面中林更新先与女子来到三里屯逛街，之后两人晚上一起外出聚餐，聚餐结束后两人乘车一起前往某小区，林更新下车后抱住并亲吻该女子，之后两人一同搭乘电梯回家。此前有媒体拍到林更新与盖月熙一同出席饭局，饭局结束后林更新还从身后紧紧抱住盖月熙不舍得放手，两人分开前林更新还和盖月熙拥吻，这完全就是恋爱中的情侣状态呀。但是双方都没有回应，林更新并不缺女友，身旁的女生是一个换过一个。林更新他出道至今和很多女艺人都传过绯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和演员王丽坤，两人被多次拍到同游，还在日本被网友偶遇过，但双方都没有公开承认过。如果这次是真的有新恋情，是一件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喜欢就订阅呗。